大家都知道吃保健食品啊，但就像我朋友或者是我以前一样，东吃西吃都不知道自己在吃什么。所以这时候啊，我都会推荐我朋友跟我一起吃这个二子八果沙棘果胶囊。我觉得古堡很厉害的是，他把它做到整颗都是素的，这个从里到外都是素的，所以是全素可食的。而且啊，它的成分很单纯，里面就只有沙棘果油跟沙棘籽油。那它到底是吃什么呢？其实像我啊，就是不太能吃海鲜的体质，再加上我其实常常需要补充鱼油来帮助我身体机能的正常运作，后来我就改吃这个。因为其实鱼油大家都知道，吃的时候那个鱼油超大颗，而且吃完那个味道超重，一打个嗝就是哇哦，整个都是鱼的味道。所以我以前吃鱼油吃完我都不敢跟别人讲话，太尴尬了。那后来我就改吃这个。它很厉害的是，它除了小小一颗超好吞咽之外呢，它其实没有什么味道，它里面就是淡淡的柑橘味，所以甚至你可以把它咬开来吃都可以哦。所以我觉得这超棒的耶，这个真的是我怎么太晚发现这个东西啦，大家真的要吃这个，推荐给大家。